新党的第二天，海关还是太恐怖了，穿着美突击甲美头，也得在海关小心翼翼的。山党是晚上山的，只能第二天白天玩，上来拿着手枪，先去灯塔借装备，身上只拿了一把手枪，什么都没带，然后耳机也没带。老样子，先去这里看有没有显卡什么的。有个这个，还可以摸个衣服兜，这个屋子里是有一个衣服兜的，有个脚步。心想不会是肉鸽吧，然后一开门一个 scav， 有墨心了，那我们借装备就不用拿手枪去借了，一把墨心，谢谢。拿了墨心，然后空投不重要，第一次选美军，原来机炮是不打我的，只要我揍了他，后边才会记仇。不过这个位置也是一枪给他打掉，好，一枪掉了。上楼舔装备，怎么最近玩什么土都是有空投呢？先去二厂舔完以后再去三厂，二厂舔了一身美头美甲，呜呼，这身甲已经很不错了，而且还有一个 PS 762 IPS 的枪，太舒服了。稍微改一下，装个低倍瞄，直接去海关。我们要去海关的情报楼去拿佐罗瓦，就是面前这个楼，我复活点还挺近的，直接就过来了。先把门口搜干净吧，现在就是刮地皮，疯狂的刮，把能看到所有的一切物资通通装回去，吓唬子儿是吧。瞧外边的声音没停过，外边噼里啪啦的枪声掺杂着我家厨房里的声音。哎，不对，这个声音不对，打我墙上了，外边有人，而且刮草了，要过去，赶紧架门口。他们从这儿路过的，不知道捡到什么好东西了，就着急忙着慌的要溜。打一枪，中了，然后他队友反身，这是暗号吗？那行吧，不会是在许愿树下第一把捡到一张红卡吧，两个小伙子就跑掉了，那只能说你们运气好吧。那我赶紧搜我自己的东西，祝你们小伙子好运。一楼摸完，然后我们直接去二楼，二楼直接去摸索罗瓦去，居然没有那个大雪包，但是我记得好多地方有很多，这个任务好做。底下来人了，在摸底下的东西，底下已经被我搜干净了，我下来他们就直接听到我了，请警惕。坏了，没给他秒掉，两个人直接跑掉了，但是两个人合计了一下，可能是想看我装备不错要打我，应该也是个好战的人来了，本来想卡位的，但是他们俩直接把口子卡住了，想让我冲，我只能 pick 一下吧。哇，反应好快，就晃了一个胳膊就朝我打了两枪，面前小屋里一个，这边一个，穿了我两枪，哇，腿没了。这个人的枪好快，赶紧止个血，有捏雷的声音，赶紧溜，赶紧溜。哎呦，捏完雷不管我走位，应该要过来了，知道喷了我一枪，两个人有战术的，第一个人应该是掉了，第二人也被打了两枪，底下有一个人哭了。这个党的止痛药效果是真的好难受呀，怎么变成黑白的了。他在打药，我们把胸上的血打一打下去给他冲了。应该是在旁边的小屋里，停下脚步，外边有外人，来了个外人，敲了他两枪，那个人跑掉了，谢谢好心人。
呼噜两枪就跑，太刺激了。我们胳膊、腿基本上全黑了，前期都是肉弹，哪哪哪黑。赶紧补个状态吧，外边跑那个人可能跑掉了吧，或者在门外找个地方伏击我们。先去拐角处吧，想了想，在那个窗口可能会被打。这时候来了一个 AI。太痛了，不得好惨，赶紧舔个包。外边又来人了，刮草声。窗口可能要路过，两枪，还有一个，去这边绕了，可能要进来。顺手把门给带上了，好有礼貌呀。难道从正门过？正门也没过来，可能在外边架他队友尸体了。我知道他的位置，他被 AI 揍了。这个新长的 AI 还是挺厉害的。这个人就在鞭炮声的方向。啊，看到了，他最后决定还是要溜。点几枪，哇，跳得好快。那就算了吧，安心刮刮乐，这个空投声不重要，刮刮乐才是重要的。开刮，空投就算了，空投我不去哪，谁爱去谁去。气象分析一会儿任务要，但是这个空投砸到我脸上了，就在我这个屋子附近，想去舔，但附近有人，好多人，面前还嘎了一个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嘎的，可能在这边阴我，被什么东西嘎掉了，撅了个屁股，墙边上，先打这个人吧。这空桶其实本来想不舔的，但是有一些其他因素让我舔了。不舔不行呀。这个人在哪架枪呢？很谨慎，挡出一般来说好多人都比较谨慎一点，也不会到处莽。看到了，他可能是想溜，打了几枪，可能两枪凶，得了，打掉。挡出这些人身上都没什么值钱东西，可能没有我这个枪的子弹值钱。挡出的海关太恐怖了，去舔这个空投。空投里边，哎，可能真的是我的问题吧。里边没有一些要想要的东西，全是藏身术要的东西。第一个档，第一个红头，可惜了，没给我惊喜。灯泡，劫策略没用，就这么多了。其他的人包也舔一舔，赶紧溜吧。可能一会儿还会来人，不知道一会儿 Scout 会不会来，可能他们会去别的图，但以防万一吧。太恐怖了，赶紧跑。